白宫发布印度旅行禁令。川普自封疫苗之父。吴彦祖将出席洛杉矶亚裔月游行。各位观众们，欢迎收看4月30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我是余新伦。由于印度的新冠疫情持续恶化，白宫今天正式发布了针对印度的旅行禁令，限制印度旅客入境，并将从下周二起开始执行。而国务院方面也发出了最高级别的旅行警告，要求民众不要前往印度，并呼吁当地的美国公民尽快离境。与此同时，随着国内疫情的持续缓和，纽约市计划从7月1日起全面重启。根据最新的消息，白宫政府将于5月4日起限制来自印度的旅客。We have announced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a travel restriction starting on Tuesday on the advice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Our COVID-19 experts, medical experts, ou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s. 但该旅行禁令将不适用于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而一些包括人道主义工作者在内的特殊人士也可能享有旅行禁令的豁免权。据悉，全球目前已有15个国家已禁止或限制来自印度的旅客。然而，印度航空早前才刚刚宣布，他们将增加来往美国的航班。根据一份数据显示，该公司每周有29个航班飞抵美国，而他们计划从5月11日起将航班增加至每周32个。目前，印度正在应对国内严峻的新冠危机，新增病例数与死亡人数持续暴增。截止到今天，该国已连续9天单日新增病例数超过30万，因此国务院在最新的一份公告中呼吁民众不要前往印度旅行，而已经在印度的民众应尽快在安全的条件下利用目前可行的商业交通工具离境。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接种疫苗的普及，全国平均单日新冠死亡人数出现明显下降，比1月份的峰值下降了80%，当时每天有约3000人死亡。此外，新冠病毒的传播也在放缓，日均新增病例数降至去年10月以来最低的水平。What we've seen in the last weeks has been stunning progress in terms of reducing the levels of COVID, greatly increasing the numbers of vaccinations. 为此，纽约市长白思豪表示，他希望纽约市可在7月1日全面开放。数据显示，纽约目前已施打了640万剂疫苗，而在850万纽约人中，约有240万人已完成接种疫苗。白思豪表示，他的目标是在6月底前达成500万人完全接种疫苗。拜登总统就职百日的演说遭到共和党方面的猛烈抨击，而前总统川普则借此机会批驳新白宫的增税与边境政策，并第一次表示自己100%考虑再次竞选，还称自己为新冠疫苗之父。另一方面，南达科达州今天将白宫告上法院，因为拜登政府勒令他们取消独立日在总统山的烟火表演。Everyone is now eligible to get vaccinated right now, right away. Go get vaccinated, America. 对于总统宣称美国已经走出新冠阴影的论调，前总统川普非常不满。在与福斯商业台的采访中，川普表示，自己才是新冠疫苗之父，拜登不应该抢走所有的防疫功劳，并且在本次采访中，川普表示自己100%在考虑2024年竞选总统，因为拜登正在摧毁美国。Well, one thing is that he didn't discuss the border and the fact that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pouring into our country, many of them criminals, many of them people from jails.It's out of control. It could destroy our country if it keeps going. And the longer it goes, the harder it is to stop. We had the best border that we've ever had in history, admitted by everybody. 此外，川普总统还透露，他在考虑佛州州长德桑提斯为自己的竞选副手，后者在疫情开始时因为控制不力遭到外界极大的抨击。然而，德桑提斯坚持让企业经营，抵制多项防疫政策的做法后期又得到了很多共和党人的肯定。同时，南达科他州共和党州长 Kristi Noem 今天将拜登政府告上法院，因为白宫勒令他们不许在独立日的总统山上举行烟火表演。对此， Noem 则希望法院能迅速做出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这一决定。 Noem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总统山是庆祝美国诞生日最好的地点，而拜登政府取消这一活动后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据了解，去年独立日是南达科他自2009年以来首次举行烟火表演，而时任总统川普则前往当地发表演说，但这一活动却引起媒体的抨击，认为川普不顾防疫规定，可能导致新冠进一步传播。对此 Norm 回击称，病毒追踪工作可以让他们追查到每一起病例，可以保证活动的安全。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了一项金额巨大的减税法案，在未来六年将为那些备受疫情打击的小企业们减免近62亿的税收。州区的疫情目前还在进一步好转，疫苗接种总数也突破了3000万。但卫生局指出，包括洛杉矶在内不少地区的疫苗接种速度却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情况令人担忧。$6.2 billion package that we're signing today of tax relief.$6.2 billion of tax relief for small businesses. 就在昨日，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了一项高达62亿美元的小企业税减法案。也就是说，在未来六年，州政府将为那些受到疫情打击的小企业们减免总金额高达62亿美元的税收。In total, the tax relief package is estimated to be over $6.2 billion over the next number of years. Again, not everyone will file.And get that relief immediately will be extended over the next number of years. It also includes expenses related to those loans as well. So full conformity in that respect, but again, limited to companies that are not public and limited to companies that experience significant loss associated with this pandemic. 同时，就在今日，加州地区的新冠疫苗接种总数终于突破了3000万大关。根据州卫生局的数据统计。截止目前，州区共有近47%的人口至少已经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然而，数据还显示，在现阶段，州区的疫苗接种速度却出现了程度不小的下跌。I think some people, are getting a little bit frightened by some of the talk and, quite frankly, some of the misinformation. 在过去一周，重灾区洛杉矶的首剂新冠疫苗接种预约下降了近50%，数字首次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跌幅。No, I don't need a vaccine. 卫生总监费勒尔博士强调。即使疫情状况出现了好转，各项指标也达到了黄色级别的水平，但洛杉矶当地却还远远没有达到群体免疫，疫苗的接种工作仍有待加强。The more people are vaccinated, the fewer cases that we have. 明天5月1日是亚裔文化传统月的开始，但由于近期亚裔仇恨犯罪不断攀升，今年的庆祝活动将改为游行集会，向全社会继续发出停止仇恨亚裔的呼声。本次主办方还邀请到华人影星吴彦祖一起参加洛杉矶的游行活动。对此，吴彦祖表示，全国现在都意识到了亚裔仇恨问题，但各地民众仍需监督执法部门贯彻白宫打击仇恨犯罪的指示。I think now, you know, since we have stood up, I think at least there is a national recognition that this has been a problem and that we are no longer going to be people's scapegoats and be picked on. 新冠疫情的爆发让亚裔仇恨问题越来越严重。根据警方的数据，全国16个大城市中的亚裔仇恨犯罪在2021年第一季度再次攀升150%。旧金山与纽约等华人聚居地问题尤为严重。对此，华人影星吴彦祖早前就联手一众亚裔演员积极发声，这也令美国主流社会甚至是全世界都开始关注到这一问题。The Asian community, you know, is really grateful for what you have done for to using your influence in raising awareness about the Asian hate crime. So my question is, as nearly the whole society knows about the issue and the Congress is going to pass an Asian crime hate bill.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ext for the Asian community? And what are your suggestions about the next step that the Asian people should take? For me, I'm going to concentrate on what I can do locally. And I think everybody should do that because federally, you know, Biden has gotten on board and, you know, denounced all these hate crimes. We have a bill that's passing. But as we know, the US government is very complicated. So you have to make sure that on the local level,t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happening. So that means your DAs, your local law enforcement, that they're on board and understanding what hate crimes are and how to prosecute them. I'm looking at Oakland and San Francisco because the problem in San Francisco is we have a DA that's not prosecuting any of these as hate crimes. And so I'm exploring ways to see why that's happening,
and to see that, you know, his, why his system is not working for the local community. 随着五月亚裔文化传统月的到来，洛杉矶华裔领袖将在明天五月一日上午九点在 Auto Conduct 汽车商场外集结举行演讲集会，十点则驾车前往位于核桃市的李兴华翡翠金城广场继续活动。主办方欢迎所有人的参与，希望能通过本次游行进一步团结亚裔社区，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反亚裔仇恨犯罪的影响。华语电视晚间新闻记者陈瑞德，洛杉矶采访报道。以色列踩踏事件已致45死。休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以色列北部30日发生严重踩踏事故，为了庆祝年度宗教节日篝火节，超过10万名犹太教徒大举涌进莫兰山彻夜庆祝，但现场山路拥挤，出入口地势狭窄陡坡，在人潮严重爆满的状况下，上万参拜者突然恐慌失控，彼此窄路踩踏，以致至少45人被活活踩死，上百余人受伤。数万名极端正统派犹太教信徒周五聚集在北部莫兰山欢庆一年一度的宗教节日。画面显示，事发现场一片混乱，警方正努力将人群疏散，以便救护车进入现场。事件发生前的一段视频显示，数万人在临时搭建的看台上，在现场音乐伴奏下跳舞，群众兴致高昂，在原地上下跳跃。不幸的是，现场接连传出看台倒塌、踩踏事件，会场瞬间陷入混乱。当时现场有约10万人，一名目击者称，事故一瞬间就发生了，人们摔倒，互相踩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这一事件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他同时还表示，我们所有人都为这起事故死伤者祈福。救援服务机构称，这场悲剧是由于过度拥挤造成的，当时有民众跌倒，压向其他观众，造成骨牌效应。大部分死者是在疏散期间被踩死或窒息而亡。以色列警方封闭事故现场，并下令参与活动者搭公交疏散，还逮捕了2名涉及破坏现场秩序的嫌疑人。此外，以色列还出动了国防军，向现场部署了一支队伍和多架飞机。据悉，篝火节是以色列解除防疫限制后的第一场合法大型宗教集会，活动包含通宵祈祷及舞蹈等。该国自去年开始展开全球最大规模的疫苗注射活动，感染人数也随之下降。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边境从本周三开始就因为一处水资源的争夺展开了严重的武装冲突，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1人死亡，150人受伤。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发表声明，呼吁其人民、政治力量以及媒体保持冷静，不要挑起敌对和分歧。从本周三4月28日开始，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斯坦两国的边境巴肯特地区就开始因为一处水源而展开争夺。据悉，塔吉克斯斯坦的人员在电线杆上安装了摄像头的举动遭到了对方的严厉谴责。眼见语言无法生效，吉尔吉斯斯坦方面开始选择锯断电线杆，并开始互相投掷石块。在当天晚上情况加剧，两国边防人员开始开枪射击，并互相指责对方在争议的区域建筑机枪阵地。根据吉尔吉斯斯坦卫生部的数据，该国已经有至少31人死亡，150多人受伤，死亡人数中就有一名13岁的年轻女孩。据吉尔吉斯紧急事务部称，在被烧毁的财产中有一个边境哨所、20多个房屋、一个学校以及8家商店和1家赌场。塔吉克斯斯坦到目前为止尚未承认暴力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损失。双方在该争议领土上都宣称拥有一处供水设施。两国的冲突在苏俄时期就已经存在，然而在苏联解体之后更是加剧了潜在的暴力。两国的边境接壤区域长达600英里，其中1/3的地方都存在着争议，双边匮乏的水资源都也直接导致了这场冲突的发生。不过好在眼见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两国总理决定展开紧急会晤，并在当地时间29日晚间8点宣布暂时停火，并将部队撤回至原先的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卡帕罗夫发表呼吁称，本国的人民尤其是政治力量和媒体要保持冷静，不要被煽动和利用，不要挑起敌对和分歧。不过零星的交火依旧在该地区发生。
据悉，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有可能作为调停者介入这场纷争，而与这两国都接壤的中国也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表了自己的声明。发言人汪文斌表示，这两个国家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以及全面战略伙伴，并希望双方能够本着互相尊重、友好协定的精神，妥善化解矛盾和分歧，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缅甸最近一个星期爆发了超过50次冲突，克伦民族联盟、克钦独立军武装团体和其他几个武装团体公开表示支持在全国各地城镇街道上抗议军事统治的亲民主示威者。迫于安全考虑，成千上万的克伦族村民在30日逃往泰国。联合国发言人表示，缅甸的暴力必须立刻停止。自缅甸将军罢免了民选领导人昂山素季政府以来，克伦族武装人员与缅甸军方在泰国边境附近不断爆发冲突，迫使边境两边的村民纷纷逃亡。成千上万的村民正在塞尔温江的缅甸一侧避难，如果战斗升级，他们将逃往泰国。当地时间27日，克伦族武装人员发动袭击，占领了塞尔温江西岸的一个缅甸军方哨所。据克伦民族联盟说法称，有13名士兵和他们的3名战士被杀。缅甸军方在泰国边境附近的几个地区进行了空袭。在4月28日，在缅甸仰光一所警察局遭到炸弹袭击，有多名警察负伤。现在缅甸军警已经包围和封锁了周围道路进行大规模搜查。在4月29日凌晨，缅甸密铁拉空军基地遭到至少5枚火箭弹袭击，还出现了多次枪击事件。同时在马圭省的一处空军基地也遭到了炸弹袭击。当地时间4月30日，全国各地的民主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包括缅甸最大城市仰光和曼德勒。泰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自最近一轮冲突开始，截至当地时间30日早上，已有2267名平民进入泰国。泰国已经加强了其军队部署，并限制进入边界的机会。在关闭了整整一年之后，成仙的迪士尼主题公园终于在今天重新营业。虽然园区目前只可开放25%的业务，但这仍然挡不住上访游客的热情。附近不少小企业们感叹，他们在苦等了一年之后终于可以重新营业，但疫情对他们造成的损害依旧需要不少的时间才能弥补。就在今日，加州城县的迪士尼主题公园终于重新开放。I swear to you, I'm doing cartwheels. You just don't see it. 根据现阶段的卫生规定，迪士尼主题公园目前只可开启25%的相关业务。Right now we're at 100% of zero, so anything is better than a zero, right? 餐厅业主表示，小型企业可能至少需要2年的时间才能弥补他们这一年来所经历的损失。然而，截至目前，当地已有3家小企业宣布破产。So I think the hotels are the same situation.Some of them might be bank owned now. You know, the owner might be gone. That's how bad it is. We've been able to hold on. 此外，地区的旅馆也只能开放25%的室内业务。We're very fortunate,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better times. 不少业主们表示，地区的小企业们暂时不会产生任何盈利。然而，即便如此，顾客们的情绪仍然十分高涨。I am going to cry. I am overexcited because we were annual pass holders. And we lost it all. 而小企业的业主们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It's going to take a long time to get back to normal and make a basic living again. Now I'm in a position to say that I need to hire. That's a good feeling. 相信不少民众都有遇过小鸟飞进房屋里的情况。一般来说，将门窗打开让小鸟飞走就没有问题，但居住在 Torrance 的一户人家近日却遇到了一个大麻烦。数百只小鸟因为不明的原因飞入了他们的家，导致这户人家最近只能暂住酒店。 We walked right into a nightmare. 居住在特伦斯市的这一户人家表示，前几天他们吃完晚饭回到家，一开门就看到了有如知名导演希区柯克的电影《鸟钟》所出现的画面。房屋的主人表示，数百只鸟入侵了他们家，而且根本就不打算离开。The birds were just stuck to the ceiling, stuck to every wall. They were hanging onto pictures. Every room, bathrooms, bedrooms, they're all full of birds. They were just going crazy. I mean, they were hitting me in the head.屋主说，他的一个朋友帮他们打电话给动物管理局。
The only thing they could do is tell us, open your windows and doors. We did that. They didn't go nowhere. The birds stayed where they were. 由于鸟群始终不愿意离开，房屋的男主人将家人送到酒店过夜，而他自己则通宵驱赶这群总数超过800只的小鸟。I counted 800. I stopped counting after 800. I was just grabbing them, throwing them in the box, throwing them in the box, and then I take them outside and shake them out of the box and let them go. 在通宵驱鸟之后，房主以为他已经把所有鸟都处理掉，但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不断有没有离开的小鸟出现。After the next day, then you know there was random birds flying out of closets and stuff, and there was like a couple hidden up on top of the refrigerator, you know. And then and you wouldn't find out because they're very stealth. They'll just sit there until you move something,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their wings start flapping. 除此之外，这些小鸟留下的粪便也让屋主十分头痛。Everywhere you can think of, the sofas. We tried to clean. I mean the floors, just getting it off the floors, and a lot of the toys. Poor kid.We're just tossing them out the windows. 休息过后，让我们来看前进华尔街。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好的，主播，目前我在纽约为大家做今天美股收盘的报告。今天周五美股低开，昨天强劲的企业财报以及经济数据推动了标普500指数创下历史的新高之后，股市上涨的势头在今天有所停歇。市场目前继续关注的焦点仍旧是集中在美股的财报上。今天早盘以及午盘期间，美股持续的下滑，道指呢更是一度跌幅超过200点。截止到今天收盘，三大股指集体收跌，其中道指下跌185点，报33874点；纳指下跌119点，报13962点；而标普500指数呢，则是下滑了30点，报4181点。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济数据方面。经济数据面，美国商务部在今天发布的公告显示，三月份美国消费者的支出环比增长了4.2%，收入也从二月份的-7%迅速回调至21.1%，这创下了历史性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三月份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比去年，也就是2020年同期上升了2.3%。经济学家表示，这是总统拜登推动的1.9万亿美元纾困计划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美国消费者信心在四月的后期持续的有所增强，这进一步表明了居民支出在未来的几个月很有可能会继续的保持强劲。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四月份的中值从三月份的84.9升到了88.3。随着疫苗接种的加快，更多的州以及企业的开放，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消费者信心正在逐步的增强。而根据今天的另一份报告，第三轮的纾困支票也的确是提振了个人的收入，为经济的加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与基础。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两只焦点个股在今天的表现。今天推特股价有所大幅下跌，这背后的原因是由于公司所公布的第一季度财报中显示，日活数量不及市场的预期。截止到今天收盘，推特下跌39.87点，报55.22点。另一只焦点个股呢，则是来自于蔚来公司。蔚来汽车今天也是发布了2021年第一季度的企业财报。财报中显示，蔚来汽车第一季度的总营收达到了人民币79.823亿元，约合美元是12.183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高达481.8%，与上一季度相比增长达到了20.2%。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蔚来的创始人以及CEO 李斌表示，赛睿工厂失火在五月中旬可能会影响到全球汽车芯片的产业链，而芯片的短缺对于蔚来四月的交付一定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全球的供应产能在7000到7500之间面临一定的挑战，预计3-4季度可能这个芯片产能会有所好转。截止到今天收盘，蔚来汽车上涨了0.84点，报39.84点。好了，以上就是华语电视在纽约为您所做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4月30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于新伦。在新闻的最后，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以及愉快的周末假期，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晚安。